房子在路边跑，对，精致还有窗户哎，另外一边可能有冷气，好好的，三，可以大哥你啦，三，耶，牛力啊，这样不算违法吗？哇哦，一台车把一间房子在路边跑，一条龙在那里耶。这露营车也不是这样子开的啊。哎，你在喊嘞？又过电了，不过电。这个是刚买一块地，是不是？然后把这间房子移到那边去。对，精致还有窗户哎，另外一边可能有冷气。